这小区里已经封了，封了一个门，现在只剩一个门了。也是不让出。也是小区里，想出来不让出，怎么说都没用啊，不让出来。买点菜，快点回去。门口菜市场都是出来买菜。我们小区门口，看着卖菜的，多少人？出了一个卖菜的，跟超市别的地方都让停了，都关门了，得歇业。据说是到明天晚上12点就解封。超市别的都关了。谁知道呢？刚才也是接到、这个、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门口有保安的提示吧。超市还开着，肉夹馍也关门了，理发的也关门了，这个动物医院、足疗地儿都关门了。小区现在是只进不出，小区门口现在得让人出来买些菜，不能堵死了。买点菜必须得回来。哎，估计到晚上5、6点的时候就不让出了。据说是石家庄现在全市、全小区，不光是桥西区了。都得只进不出，应该是一家只让一户出来，一家一户一个人出来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新华区的某个菜市场上，好多人前来买菜啊，刚才一度出现了疯抢的状态，据说好多是从超市没买成菜，然后跑到这儿来买。